本是一个艺廊，可是现在都没有摆放展品。今天呢，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，在 ION 四楼，不是四楼，对一下，55楼这边有一个很像 light show 的东西，所以我今天来看看。这边会有一些小座位，它其实外面就是一个 gay bar 的地方，所以它这边有 menu， 你可以点餐也有。它这个 live show 啊，它会秀一些新加坡的比较著名的景点，然后它会投影在那个墙面上，这样子如临其境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跟 National Museum 里面它有一个回廊有一点像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，它里面也是有一个空间，然后用灯光投影，然后让你感觉到你好像在那个环境里面一样。这个沙发好舒服哦。
帘自动打开了。哇！What a lovely surprise！ 好开心哦。也太惊喜了吧！哇，那个 light show 之后，把那个窗帘拉起来，然后那个投影就是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light show， 好棒哦！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啊，那个海面上完全都没有一艘船，现在很多很多。24小时的华文书店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。当然现在因为疫情，所以它没有开24小时，可是它几乎整家店都是华文书，有点期待。发现它这边很多的书都是华文的书，然后很多都是台湾的出版社买的。